啊，嗨哈喽大家好，那今天这部影片是我们现在战运僵尸 NWZ 第三季季中更新的这个彩蛋流程，那就是还有所有的简图流程哦，教大家怎么去拿。那废话不多说，马上开始哦。首先呢，我们剧情要推到最新的一关啊，这老样子，那该准备的准备好，我们先进到剧情的黑暗以太。那这次的黑暗以太传送门集结 Union 在我们的第三区左边的广场这里，进去之后呢啊，听他们讲话废话跑路，然后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呢就是击碎两个水晶嘛，我们看到两颗光球以太魔球跑出来哦，然后我们到这以太魔球附近呢，它就会掉下来变成一个大水晶，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过去跟这个水晶互动，它就会在水晶上面显示一排符文，那我们必须要从这个符文依序哦，从左到右去对它做射击，那不是射水晶上面这个哦，是射从水晶上分散出来会散落在附近区域的这个小符文哦，那你靠近它的时候会有嗡嗡的声音哦，那其实也不会太难找啦，就是全部都在这个小地图黄圈圈的范围里面，我们依序把它有左支右打完之后回来再把这个水晶打碎就完成了，那重复两次哦，就是这两个都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回到我们詹森博士 Key 笑那个地方，那回来之后呢就会有三个方尖碑，那我们跟它互动之后地上会有圆圈出现，这个圆圈里面杀僵尸哦，杀满之后就可以换下一个，那三个全部都做完之后呢，我们就回到中间来把这个最后的方尖碑打破，然后就会出现这个剧情任务的 boss 啦，那这个 boss 要打也不会到很困难，就是呢你打一打之后它会召唤出一些小怪啊，那这些小怪要先把它打死你才可以继续对它造成伤害哦，不然它会有一段就是打死之前它会免疫你的子弹伤害，那到这边也都非常浅显易懂哦，就把这个网打掉之后呢就掉出我们第一个关键道具，我们的长颈鹿玩具哦，长颈鹿美语的这个招生奖励啊，就拿这个拿起来啊，那剩下就把剧情跑完撤离，那这长颈鹿啊记得留好啊，之后我们要开黑暗以太彩蛋门要用的，好，那么第一 round 呢就将结束了，接下来以整装待发再进到游戏里面开始收集我们其他三个不同的物品哦，好，那首先呢、啊，第一个要拿的是我们要来到我们地图右下角这一个房子哦，相信大家应该对这里蛮有印象的，有时候会有超梦改造机，然后有时候会是佣兵要塞，我们到这个房子里面，那如果你是有死亡感知特长的话呢，就可以从门口一路看到有脚印往里面延伸，那其实如果没有也没差，你就跟着影片走啊，走到我们二楼右边这个房间里面之后就可以看到呢，这个床底下有个盒子，那我们可以跟它互动哦，啊，跟它互动一下之后呢，我们的这个就会跳出一些对话，但也不是很重要，反正我们床上就会跑出这个奖励裂隙，那里面呢就会有我们的空气朋友，里面呢就有我们这个空气朋友图画，对，边缘人图画，啊，那把它拿起来，这是我们等一下要升级的第一个道具。接下来呢我们跑到这个以太风暴里面哦，就是有风暴召唤师的那个里面，在这里面呢杀僵尸啊，那不用杀风暴召唤师哦，只要杀一般的僵尸就好了，那杀到一定的数量之后呢就会突然凭空跳出一个奖励裂隙哦，那里面就是我们的科学杂志期刊，那把它拿起来哦，接下来我们来到最后一个需要拿取的物品哦，那这个物品你会需要用到一只这个有方的狗狗啊，不管是狗骨头呢还是用肉块在地图上面召唤的都可以，你需要有一只这个有方的狗去咬我们的佣兵里面的中士哦，对，那它会出现在佣兵营地图上，小的佣兵营或是佣兵要塞里面都会出现，就是头上有红红绑着红红头巾的那一只哦，啊，应该也不是红红头巾啊，红红贝雷帽的那一只哦，就是中士哦，我们要让这只狗呢把这个中士咬死哦，所以基本上你就是跑到佣兵营里面，然后让你的狗把这个兵营里面的人全灭了就可以哦。基本上我试过，应该是不用太担心狗会被他们打死啦，狗是可以把他们全部都吃光的。那狗在把中士咬死之后呢，一样就会跳出我们的奖励裂隙，然后里面呢就会有这个有贴纸的笔记型电脑，那把它拿起来就是我们三个要升级的物品了。那接下来呢要升级我们必须进到三圈里面哦，那在三圈呢会有三个地方地上有这个奇怪的三角形哦，那这个三角形呢是以它为中心，周遭有三个不同的符文连在墙壁上，那我们去设计这些符文，把三个都打亮之后呢，周遭的建筑物上面就会出现一些很大的符文图案，那这些图案呢是我们走到一定的角度之后就可以把它拼凑成一个大的三角形哦，
那实际上可以拼成图案的角度就是跟画面影片这边一样，大家就照着做就可以了。那当你把它拼成一个大的三角形之后呢，就会出现一个互动点，会有一个有一点雾雾的一圈哦，那那个中间会有互动点了。不过互动点应该都是跟影片里面一样，我们试过蛮多次都是一样，所以大家如果真的不知道怎么找的话，就照着影片里面直接弄就可以。那互动之后呢，就会开始召唤很多的僵尸。那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一样的，就是在这个僵尸进到这个圈圈之后呢，把它杀死了，然后就会旁边的光球就会吸收这些僵尸的能量。那全部吸收完呢，最后就会召唤出一只血特别多的精英怪哦。那分别三个地点不同的是绞肉机、拟态者跟一只地狱猎犬，就这三个网都把它打死。成功打死之后呢，我们升级过后从紫色变成金色的这一个物品呢，就会在出现的奖励列系里面就可以拿起来。那三个全部完成之后，就可以解锁我们的彩蛋以太门了。那这边呢，再进到黑暗以太里面，先跟大家讲一下。有些人可能想说，我怎么看墙壁上面没有符文啊，或者是哦，好像没什么反应，是就是有其他人在解哦，你要等一下。他等一下呢会重置哦，那个符文会再出现可以打哦。然后这边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不确定是不是 bug 或者是官方刻意这样设计，就是如果说启动这一个试炼或者是召唤这个僵尸狮群的人，如果倒地了，就会直接失败哦。我自己是试过蛮多次的啦。倒地之后僵尸就不太生，然后最后能量会挤不满，或者是倒地之后的那个精英怪就直接消失哦，不确定是怎么回事。但是如果可以的话呢，尽量就是大家不要倒地哦，一口气把它打完是最不会出错的状态。好的，那么我们再拿到四个金色的嘛，就是长颈鹿玩具跟三个升级过后的金色东西之后，我们就可以来到这一次的彩蛋以太门哦。那这次彩蛋以太门就直接在剧情集结以太小门的旁边哦，就这个龙卷风这边。那跟以前一样，我们就依序在四个祭坛上面放上对应符号的东西，就可以开启我们的彩蛋门了。但是这边要注意一下，好像有很多人说，我想解啦，但是为什么东西放进去没有启用？那是因为现在游戏里面有一个超级夸张的 bug 哦。你可以看我们画面这里哦，我们靠近它的时候，隐隐约约你可以看到其实是有两个互动点哦。那你想说怎么会这样呢？啊，没有错啊，它就是同一个祭坛在同一个点升两个啊，有一个是假的，有一个是真的啊。对啊，所以如果你放到假的话，你会没有办法启动啊，全部都要放真的、啊。我们是没试过那么多次啊，但是我们试是比较低的互动点的那一个是真的，它就会有两个互动点，一个会稍微高一点点，一个会稍微低一点点。你们要注意看一下，放比较低的那一个，然后全部都放比较低的那一个就可以开启啊。我们自己试试这样子啊，但是可能有时候毕竟这是 bug 嘛，会出现什么奇怪的状态也不奇怪啊，就是大家注意一下，它有时候会升两个一起升在一起哦。所以有时候你四个都放进去，明明都有亮，但是门却没有开，就是可能放错格了，要再调整一下、喔。好，那四个都放完了，门打开之后呢，就跑出一只这一个门徒啊，血多的门徒。那这门徒要尽量打快一点哦、喔，不然他召唤的东西不会是一般的僵尸，他是召唤邪兽、喔。而且这个邪兽呢，一样是你不把邪兽打死哦、喔，不能对这门徒造成伤害。所以呢，还是尽可能的赶快把这门徒打死哦。那打死之后呢，就算完成了彩蛋门的解锁，我们就可以随意进出这一次最新一区的黑暗以太世界啦。OK， 那接下来呢，跟大家讲这些简图要怎么拿哦。其实也不算太难啊，这次的很简单啊，你就是进去啊，看你是要走这个一般符文呢，还是长老符文。长老符文比较有机会出啦，但是我们试过一次之后，也不是必出啊，这次也一样，不是必出。所以呢，如果一次没打完的话，要尽可能的多刷几次啊，就比较麻烦一点。那进到这一次的黑暗以太世界呢，不用特别再去找兔子啊、哦，你可以看到有三条光柱指向天空哦。那这个光柱下方就是房间杯，那我们去跟这个房间杯互动之后呢，它会每一个都会有一个给你特殊能力的物品啊，你可以捡起来会有特殊能力。但是我自己是没有太多的感觉啦，对，可能因为我都是用 DG2 啊，或者是榴弹那种场控武去打，可能感受不是很强烈。但是就是有这个强化道具可以去捡哦。不过呢，这不是重点哦，反正就是一样是三个不同的任务，一个是猎杀，一个是这个区域进化，然后最后一个呢是推车哦，没有错的，这是有推车哦，非常的麻烦。而且最麻烦的点哦，是这一次推车是四个，有四个区域要进化。一般我们推车都只有三个，这次有四个，所以稍微麻烦一点。以长老徽章来说的话呢，推车那个真的很耗时间，因为有四个点。所以大家最好是把握时间啊，赶快弄啊，不然会来不及。
那中间呢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要讲的，就是这一次黑暗以太里面的精英怪数量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呢建议大家是多用一些可以场控的东西，或者是这个金甲板啊，或者是飞刀什么的，尽可能去强化，不然这一次黑暗以太里面的怪真的是还蛮多的好，那么在三个任务全部完成领完奖励之后呢，我们就是撤离啦。那撤离点中央的岛屿就有一个就画面上面这边这个中央岛屿有一个，那不要找不到跑不了，我们就有一次时间太赶了，那时候全部打完那时候就已经没多少时间，就我们找不到传送门了，全部一起在里面陪葬。对，所以大家虽然我是还没有全部的那个撤离点都研究出来啦，但是最简单的就是中央岛屿这个直接游过来很快就可以到了。OK， 那么到这边为止呢，就是我们这次简图解锁。但是呢，这一次第三季季中更新哦，除了这些新的三个简图之外，还有一个武器蓝图的彩蛋。那这个彩蛋呢，是位于中央岛屿，会有三个包子可以去打哦。那这三个包子呢，必须要完成三个任务之后，才可以去对它做成伤害，才可以破坏它。所以基本上呢，这个还是用一般的印记时间会比较足够。你如果是用长老印记三个任务做完，应该已经差不多时间要到了。所以呢，如果大家要解这个蓝图，还是用一般的印记去解会比较好。那解的方式呢也很简单，就是完成三个任务之后呢，到中央这个岛屿的三个地方哦，就是画面上这三个地方，分别呢把这红红的包子都打掉，全部打掉呢，回到地图不是地图啊，小岛这座小岛正中间哦，会有一个这个超大大型包子哦，把它打掉之后呢，就会出一只门徒。哦、那这是门徒的攻略方式呢，跟这一个剧情的门徒是一样的，就是尽可能的打他，然后他每到一个阶段呢，就会放出他的这个护甲分身。那要把这些分身哦，就是一堆绞肉机拟态者都打死之后，才可以对他继续造成伤害哦。那这边要小心一点哦，那个拟态者喷的那个口水，不知道为什么超级痛哦，不知道是我太久没有被他喷到还是怎么样，超级超级痛的、哦，很容易你还有假的状态下被喷直接就死了，所以大家要小心一点。那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美角要注意啦，就是全部打完之后呢，把这个门徒打死，你就看到画面上跳出来说啊，这个蓝图已经解锁了。那这个蓝图差不多长得这个样子，稍微有一点点外观特效，但不是很明显，就一个还蛮普通的蓝图啦。对，那各位如果想解的话呢，这个解锁方式也就在这边跟大家讲一下、喔，欢迎大家都去挑战哦、喔。好了，那么这一次我们 3.5G 僵尸的更新差不多就先这样子啊，那大家赶快去解锁自己心心念念的全新简图还有全新蓝图吧。那么我们这次影片就先到这边了，拜拜。